中国篮球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广东宏远这个体系在中国篮球这个体系当中最大就是最先做的就是从青少年这儿是哎后备力量开始培养人，你像来自新疆的杜峰，来自广西的朱芳雨，这场比赛上来就定了调子，就是对抗，哎是一定啊，看达柳斯莫里斯上，他和任俊飞看看怎么样。你看你刚来啊，你跟队伍不熟悉 啊。三分球不错、哎、还行，得还可以，上来让人投一三分，放了两步。莫里斯说了，吴老师我有篮、啊、有篮有篮，投的有点急、哎、再来一回，里面直接 hold 住这篮板，好球、哎、今天果然像您说的防守重点都在他身上，好球，广东的防守强度下来。嗯、有一次是在现场靠欧冠，他就是在好像是拿他比好、哦、这球又抢下来直接加击，周瑞拿走了，嚯、哦、这个前场篮板抢得不错，莫里斯第三个三分球有了，你瞅瞅，很主动，很主动，一定要证明我说的是错的。纳斯教练在叫易建联了。其实你现在，等于你不往里打，你愿意去外面投，这正中广东下怀。哎，莫里斯怎么样？对、哎，你瞅瞅，今天连重投都进啊，真稳。好球，嗯，灵机一动，来了的莫里斯，哎，不错，他真打出信心来了。再来，又有，哇，那确实士气高涨、啊，对于这个点也不是很了解，士气高涨，嚯，这场球是进攻太顺了，对。太理想的发挥了，失误，这速度，好球，哎，这节奏掌握不错，好球，啊，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广东领先，或者说急躁啊，或者说就是说，哇，直接上球，快攻漂亮。莫里斯这上球可以，对，哇、哦，莫里斯现在打活了啊！连续的大变向，对，很重要。这方面还真得说一下，解放军队大一队是光荣。从我们小的时候去看这个，任俊飞一块被换上来，这是组合式的换人，限制不住他又，哎，好球，还传。扑抢，争夺非常激烈，反攻反击，漂亮！哎呦，可惜了，进攻时间不多了。哦，怎么吹？莫里斯，好球！空中还有一个垫步零腰空身的闪躲，对，那就没机会，没机会。好，那么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114-107战胜了浙江广厦。那么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余佳，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